大家好，我是小峰，来我奶奶家了，看看我奶奶干啥呢？哎，奶奶鸡窝咋还没关门啊？老太也不怕鸡跑了。奶奶干啥呢？又呆呢？嗨，我这想着这个小鸡儿啊，咱这鸡下那蛋都是真蛋，我想着呀，让它孵窝。这小鸡儿啊是新鸡，跟新媳妇似的不抱窝，这他不孵，我得想辙呀。赶明儿个要是鸡老了，他要不下蛋，这丸子这横都断炉了。这个我想着不买鸡了，鸽的骨头干，扎鸽的肉，我自己要想辙发孵窝了。您要开始孵窝啊？我要孵小鸡了。哎呀，奶，您这挺牛啊，不是鸡孵，人孵。对了。食人孵，孵的更好。走，咱们先拿鸡蛋去。我先呢，拿个三四个做实验。如果这回要是都熟了，下批我再多搁。瞅着啊，这干啥呀？这个是凉水，这里的是热水，打这俩水一兑。先给搓一点。你瞅吧，这既然待遇不低呀、啊。敢是啊，这都他们讲话，这都是消毒小鸡儿硬了。是。让这水里头一倒，打这水渣一猫，滚热了，回来就哎，打这小鸡蛋渣一搁，开洗。完了都你瞅着吧。弄点搓泥宝搓搓吧。打这个让这一铺，你瞅瞅，我还真没看过这人孵鸡蛋呢。哎，这都让这一搁，哎，这样一包，哎，把吸干了。哎，都这样吸着，打这个垫褥子，这样插上。要是凉了，是都是啊高档；要是达到那个30多度，完了都让它媳妇儿低档。然后还没干呢，不用那啥，这得有必须得有水气儿。嗯，这样一裹，哎，完了咱这边不窄吗？哎，这样一盖，哎，就这样搁着。再盖一层，凉了多盖一被，稍微弱点儿，都是啊，掀开点儿，别让它腿弱了。要是腿弱了，打鸡蛋不臭了。那这孵鸡蛋得多少温度啊？得38度左右，推低了不出来，推高了怕鸡蛋熟了。这得多长时间能出小鸡来呀？鸡孵鸡21啊，最少也得21天。那你都应该啥呀？爬那儿给捂着。这个都是不用爬那儿，都是一天呢得使手抹子两遍，早些起来抹子一遍，晚上睡觉抹子一遍。等到啊，平常你都瞅那温度表，主要都是那温度，温度你要是达不到也出不来，腿弱了还不行。那您这孵鸡办法挺高啊。嗨，这个老土法啊。